瞅呢。老铁们都说东北的天是嘎嘎的冷，今天我带你们见证一下到底有多冷啊。那个咋这么屌？哎呀，厉害了我的哥！承让了我的弟。来婆娘吃薯片。你媳妇手滑，给我拧开一下，手太滑了。转角遇见了谁？是否有爱情的美？爱转角。